是喜迎新年。各位看到我们红银色的扇形花束从101给它射出，象征着欢迎新年的到来。长达202秒，哇哦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璀璨101。好，璀璨101喷射状的烟火，紧接着再看到的是我们的霹雳花束，点缀了我们台北的天空。往上喷射，凤凰展翅高飞。这是101释放过最密集的烟火，而且是第一次在顶尖释放。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！大家声音有没有喊哑？再喊一次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